大会的主席要来介绍给各位大家知道是谁了吧？我们来欢迎龙潭乡长叶花海，掌声加尖叫！先生好，刚刚我们乡长哦，其实很早就来，一直在穿梭在各位的这个人群当中啊。好，现场我们所有的各位各旗民意代表以及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期待我们这个2014这一次的升旗典礼，最特别、最特殊的升旗典礼就在我们的龙潭。好，现场我们好的，好，我们各位现场的人群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，请尽量再往前一点啊。我们将这个我们整个社团区域，还有这一边的区域呢，我们请大家能够尽量再往前一点啊。好，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旗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升旗典礼马上开始。